今天抱歉了，改天请你吃火锅。你回家了？啊，刚到家。所以你和他吃晚饭了？嗯，吃完了。你呢？你在家吗？漂亮的女孩。哎，我都忘了，你是后宫佳丽三千的人呢。所以啊，下回好好珍惜我这个浪子。所以你今天晚上吃火锅吃的开心吗？啊，毛肚嫩，鸭血鲜，下回带你去吃。当然了，如果你还搁我的话，那我只能再约别的女孩吃。怎么？听你的语气，不太开心啊？今天晚上我确实是过得不太开心。和姑娘吃饭吃的高兴，我心情好多了，也为你感到高兴了。哼，我有那么重要吗？你一直都很重要啊，你不知道吗？我不相信啊，既然我那么重要的话，你今天为什么丢下我呀？如果你介意我为什么丢下你，你为什么下午不留我呢？为什么又会转身去找其他女孩吃饭呢？嗯，还有，我不习惯外表。从小到大的，我就不知道什么叫做勉强。因为我从小就觉得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是你的就一定是你。也没必要强求了吧。我就和你不一样，我生来普通，长得也普通。在我生命里能够发生的一切闪闪发光的事情，全部都是我奋力拼搏来的。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资格在社会上说顺其自然的。绝大多数的人都在逆水行舟。像你刚才说的，不用勉强。如果放在我的身上，那就是在摆烂。我这个人吧，绝对不会放弃在我身边游走的任何一点，哪怕是希望很渺茫的机会。那，你有没有考虑过？考虑过强求我一下呢？那或者这么说呢，徐子权，你有没有考虑过勉强一下呢？今晚真是神奇，一场幻灭紧跟着另一场幻灭。你奋力追逐的人，
从骨子里看清你，而令你心动的人只愿意站在原地。我想把世界的光都熄灭，只留下一盏落在你眼底。云上的红光正烫这叫做是生活所迫，还是我的选择？伪装的人啊，迎合装着自己，真实的我和你没有人能看得清。为别人解决难题，却把所有负担留给自己，剩下自己忙碌的人啊，相遇。原来这个你没和他说你在他家楼下呀？当然没有了，人家跟外边浪呢。我跟他说了，我不是就输了吗？也是哈，不过你要是跟他谈恋爱了呀，还蛮危险的。好的时候可能特别好，要是段位不够高啊，最后怎么输了都不知道。不，我说吧，姐，我觉得你不能在他这一棵树上吊死。你但凡身边有多的选择，主动权也就掌握在你手里了。要快一点，要开始了。你手机怎么还拿着呢？里头不让带手机。跟你那儿吧，你先去拿毛巾和水。行。嗯。小颖，今晚一起喝你喜欢的那家羊汤。你还记得那个棕榈湾的那个大叔？找你喝羊汤的，我知道呀，他预约我，所以他是真的很有钱，超有钱。准备好了之后开始上课。啦啦啦西啦沙啦苏卡瓦拉耶，双手带动到眉心处，致谢自己的身体。Namaste， 谢你。谢谢大家，今天这节课就到这里，下课了。怎么样，练完以后是不是特舒服？这儿这儿一会儿你就不会疼了，天天要按摩啊啥的。啊，下午干嘛去？公司。你晚上有什么安排？我估计得加班儿。好，谢。我去喝羊汤了。不但是你姐吗？正好是路。吵架了。你觉得我姐她是个什么样的人？是你跟你姐怎么了？哎，我就是一想到当初是你先搭讪的她，我就有点不开心。今儿马清远还叫她去喝羊汤了，那我成啥了？我不就是给她试错的小太监吗？我今儿还劝她呢，我说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。我真不知道现在是我天真还是她天真。现在知道了吧，在这个世界上真心爱你的人不多。你姐这事儿我也看明白了，摆明拿你当垫脚石嘛。还有宝宝，你刚才说那个马奇远他什么小太监什么意思呀？哎，不是不是，你等等，刚说我姐了是不是？嗯，他是我亲人，你别挑拨俩，我抱怨两句就算了。你说啥？懒得跟你说那么多，我自己走。你姐不欺负你吗？哎，薪资。